惠柔小姐给我们的旅游清单里面叫做韩仲必玩爱刺激的首选 ，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， 哇哇，加油加油，呀呀呀，啊，抓着我手臂，抓着臂，哦，哎，哎，就这个魔法飞毯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吧。I can show you the world， 哦，怎么一直晃，好可怜哦。每周六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《演员们的旅行》。酱螃蟹，我吃过一次，就像刚刚远远推过来，我就眼睛一亮，哇塞，那个声音，哇，好 juicy 哦！我这边讲一边流口水。刚刚一进来，真的觉得这边场域很像韩剧场景，几个人这样聚在那边吃东西，那个什么出镜率很高，我跟金马店很像哦，这样整个哦，但是然后做了一种香气在里面，哦，好好喝。每周六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《演员们的旅行》。